现在是午夜一点，欢迎收听夜话连线栏目，我是你们的朋友汉语。接下来，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呢？汉语好，大家好，叫我烧麦吧。烧麦你好，你的名字在这个时间点有点拉仇恨啊，我现在都饿了。请问你今天要跟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分享什么故事呢？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阴魂。阴魂，我换个应景的背景音乐。好了，请继续讲述。我的老家讲究未婚的人过世后一定要结一门姻亲，不然就会影响。哇，这个听起来就毛骨悚然啊！现在还会有人举办这样的仪式吗？万一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才有阴媒人这个职业出现，他们专门给找不到合适对象的人家配阴婚，配一桩婚收费几万到十几万不等，会提供一具女尸给配婚方。怎么价格差别这么大呢？收费高低是根据所提供女尸的年龄和死亡时间来的，越年轻死亡时间越短，自然价格越高。这听起来像是就是卖尸，而且那些尸体的来路很难说，也许是亲属提供的，也许是盗墓而来的。活人，这就更恐怖了。还有你刚才说的是提供女尸，为什么只有女尸呢？还是算了吧，林哥，咱这几个月还没开张呢，都没多少钱了，我手机还凑合能用，你手机彻底坏了，你自己先买吧。我还是坚持坚持，等咱们发得起工资的时候再说吧。不过说起来，林哥，我这心里总觉得怪怪的，你说咱俩今天下午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？呸呸呸，有怪莫怪，有怪莫怪，林哥，大晚上别提那个字儿啊。主要是大半夜的，咱们还在这黑漆漆的山路上，总会想到恐怖电影里的场景，怎么可能不害怕呀？今天下午的雾啊，一眨眼就冒出来了，还那么浓，后来咱们往回走的时候才发现就那么一小片区域有雾，这不奇怪吗？可是后来咱俩的手机同时摔地上怎么说？要知道我手机可是在裤兜里装着呢，自己往外拿还老费劲呢。林哥，你这是人身攻击，什么叫挤出来？自从咱俩创业后我都瘦了一圈了，不会再把手机从裤兜里挤出来了好吧？就算手机摔了不奇怪，那你看我手机后盖摔出来的这些裂痕，像不像一个人在笑？我越想越觉得背后发毛，这才不是不着调呢。林哥，在恐怖片里这些不寻常的现象可都是预兆，没准儿……我操，什么情况？林哥，这荒山野岭的，指不定有什么东西，咱们还是别停了，赶紧回吧。有怪莫怪，祥瑞玉棉，林哥，你快点。林哥，你说我这手机会不会摔一下就多出来什么奇怪的功能啊？林哥，你就不能有点想象力吗？怎么可能？林哥，你不要故意吓人呢，不然今晚我可赖你房间不走了。就快好了，我手机看起来没啥大问题，再试试拍照功能。可以正常使用。好了，不拍了，万一闪光灯下多出个人。人，停车，快停车，路上有人。就在车前面啊，一个红衣女人，人呢？不是啊，林哥，我刚才真看见人了，不会给卷到车底下了吧？林哥，你感觉到没？车晃了一下，是不是车底真有人？咱们真撞人了！
林哥，救命啊！鬼在踢我！林哥，不带这么玩的，我要是心脏不好，这一下可就给你吓死了。这也太……这不是怕看到什么血乌刺拉的东西吗？我就想着拿胆子在车底下捣鼓捣鼓，万一车底真有人，也好有个心理准备。别，林哥，有话好好说，咱们还是找人要紧。那我，这风好冷，等等我，我也上车。林哥，我真看到人了，没骗你，就在手机。林哥，等等，我拍给你看，刚刚在相机里真能看到人。林哥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路中间是不是有人？我没瞎说吧？嘿嘿，可算是自证清白了。就在前面光线比较暗的地方，穿红衣服的。算了，我放大给你看。这一下看清了吧？别再说我胡说了，这次我可录下来了，有视频的。外面什么都没有啊？怎么了？林哥，我们这是遇到了那个了。什么不见了？林哥，你在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车怎么坏了？刚才不还好好的？我们无意冒犯，请您大人有大量，让我们离开吧。我们明天一定给您多烧点纸钱，好好孝敬孝敬您。可是，林哥，我手机没信号，打不出去啊，这可怎么办呢？林哥，什么声音？原来是有车来了，给我吓得，还以为什么奇怪的声音呢。林哥，我害怕，万一那就在车外。好，林哥。你快看，林哥，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回去。要大车，上来吧。林哥，别睡了，情况好像不太对啊。嘘，小点声。你先看看车外。林哥，清醒了吧？那再看看我的手表。怎么可能？之前都好好的，起雾以后。你在说什么？林哥。我不想在这儿待了，我要回去。林哥，到底要不要拦车？车马上就要开过来了。兄弟，这车坏了。这么……行，上车吧。兄弟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找个师傅给看看。说实话啊，刚刚你在那拦车的时候，我还有点犹豫，要不要停下来呢。刚才我离老远就看到你的车笼罩在一团黑灰色的雾气中，雾气是从车底下升起来的。你这车怕不是常规故障，最好让师傅看看。很多司机晚上都不愿意跑这段路，因为坡陡弯多，经常会有事故。而且这段路很邪乎，我曾经也遇到过怪事儿。前年有场轰动一时的事故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，那是我亲眼目睹。从那之后，只要不赶时间，白天
我都不愿意走这边了。那晚12点多，就是这段路，当时我在对面车道往山上开，忽然从上边冲下来一辆车，速度很快，马上要转弯了都没减速，我赶紧又打一把避让到路边。错车的一瞬间，我看到车里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，右手扶着方向盘，左胳膊破破烂烂的搭在车窗外。我也以为我见鬼了，可那车子从前边弯道那儿直直冲了下去，摔下去的动静很大，路面上还留下一道长长的血迹。我赶紧停车跑过去查看，山下边很黑，什么都看不见，那时候也没有围栏，要不是路面的血，我都以为是看错了。那肯定是要打电话报警了，我跟交警说了这边的情况，他们说马上赶过来，因为事故跟我没什么关系，我就可以继续走了。结果没开出多远，就看到正前方停了一辆开着双闪的大挂车，司机蹲在路边，见到有车经过立马跑。我停车下去还没开口呢，他一把拽住我，放声哭了出来，哭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，然后哆嗦着让我帮忙报警。没错，两车错车那一瞬间，小车的司机忽然把头伸出来，车距太近，对方车速又高，他急刹了，可还是来不及了。等他反应过来下车查看的时候，就看到一路的血迹，然后他指着路对面让我看，我这才发现路中间有一个半闭着眼睛的脑袋。可后来我有几次在夜晚路过这里，每次都会遇到大雾，每隔几十米左右就会隐约看到路边站着一个没脑袋的人。起雾的区域就是从那晚看到人头的地方一直到车子摔下去的弯道，走出这片区域雾就会自己散掉。林哥，快起来，今天要去颁奖，还有好几个甲方跟我们约了面谈呢。咱们公司冠名的视频大赛啊，你不去颁奖怎么行？今天还要把明年一二季度的拍摄项目定下来啊。林哥，你这是又水蒙了吧？林哥，这样子的生活难道不是你一直期望的吗？这样不好吗？只要你觉得开心，管它真实不真实呢。林哥，快起来，今天要去颁奖，还有好几个甲方跟我们约了面谈呢。咱们公司冠名。林哥，只要你觉得开心，像不像梦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起来起来，林哥，快，咱们公司。人生每天不就是在重复。你好，请问怎么称呼呢？
汉语好的，说我要讲的是我自己的真实经历，阴婚。